跟你讲一讲那个产品的那注意的事项。其实培根的门不要挑切到它那个大小一样，不要一条这么厚，一条这么厚，那你就慢慢煎的时候煎的进去。所以只要是一开始的慢火煎，煎到它最香最好吃，然后最爆香。你看没？再加几条料，要不？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有个鸡蛋黄的话，你们像那个五高汤酱汁浓缩够了，离开火，再加鸡蛋黄下去，快速搅动。感谢所有为此项公益活动努力的各位师傅及同仁和长官们，谢谢你们为孩子们的未来点亮的那一盏灯。欢迎大家来到班长的异想世界，记得按赞、关注、留言哦。我们下期见。